看机器，不要看灯。来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宏伟。姓宏啊？对，两个姓宏伟。那个宏是洪水的洪吗？不是，包盖头。哪个宏？一个免。一个免啊，下面王力宏的宏啊，我姓那个宏啊，对，伟大的伟吗？对，哪一组？布农族。布农族哈，那爸妈都布农族吗？三八，爸爸是布农族啊，妈妈是平地人。哦，那妈妈是闽南客家外省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布农族名字？阿朗。阿朗哈，几岁？几年级读哪个国小？十一岁。嗯。然后六年级，读台南国小。台南国小的。台南。台南国小哈，我看忘记为什么。国语名字在讲是宏伟是伟大的伟吗？对。那现在台南村怎么念？雷达乱。雷达乱哈。对。好，那我先问到这边，等一下再，我先问下一个名字哈。好，谢谢。来。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一点，过来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。来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谷子豪。啊？谷子豪。山谷的谷哈。对。孩子的子。不是。哪个子？一个木在一个辛，那个辛苦的辛。那豪呢？自然一点。豪雨的豪。豪雨，豪气的豪是。对。谷子豪哈。嗯。几岁？几年级？读哪个国小？十一岁五年级读台南国小。哪一组？布农族。爸妈都是布农族吗？对。那你有没有布农族名字？有啊。叫什么？乌朗。乌朗哈，哎，对，忘记问了，你是哪个社群？卡社。卡社哈，那你是哪个社群？卡社。卡社哈，来，卡社的布农族话怎么讲？达吉巴卡。达吉巴卡，巴卡还是巴卡？达吉巴卡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下一个，还有谁？来，我来，来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那个古星乙。古星乙是吧？嗯。古星乙哦，那个星哪个星？草跟草不星。什么叫草不星？上面一个草。上面一个草，那这个星等的星。乙呢？乙是一个星，在一个台。好，一个星一个台子。对。古心怡哈，嗯，几岁几年级读哪个国小？十岁。嗯。五年级。几年级？五年级。哪个国小？要把那个。台南国小。好，哪一组？那个布农族。布农族哈，爸妈都布农族吗？对。那你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阿果。阿果。阿果。你不要吵。再念一次。阿狗，阿狗，嗯，好，住哪一个村？台南村。台南村哈，好，等一下哈，这是谁的弟弟？你好，帮他好，帮他。你好，招招手就好，招招手。这样，招招手。这样，这样。啊，好，很可爱，好，来。这个。你说一下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看这个。看机器，不要看灯啊。幸恩惠。幸福的幸字。嗯。感恩的恩。会是哪个会？智慧的会。智慧的会。哦，哎，看这边，不要看，看这边哈。智慧的会哈。嗯。几岁？几年级读哪个国小？十岁五年级读台南国小。哪一组？布农。爸妈都布农族吗？嗯。那你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伊布。伊布哈。这样，布农叫伊布哈。那你，等我，还问什么？等一下，让我。几岁？十岁。十岁五年级哈。嗯。那个布农族名字再念一次。伊布。那你是哪个社群？卡社。你也是卡社。那你呢？卡社。卡社哈。好，来，那个四个来排一排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一起录的？有没有？那你们招招手就好了。老师。啊？怎么跑光光？来。啊。好嘞，好嘞，祖祖，等一下问那个母语哈，母语，等一下你们会的就讲，不会的就说不会。还有我在问哪个人就哪个人讲，其他不要提醒，我是要看他程度，不是考试哈。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懂。好嘞，喜不喜想？你们会不会想学母语？想。为什么想？来，等一下啊，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会。为什么？
因为这样可以跟村里的那个长辈们讲话。哦，好，那学会了以后，除了跟长辈讲话，还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去外面争取工作。哦，好，那你呢？你会不想把母语学好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不知道怎么讲。我不知道怎么讲哈，这样想一想哈。那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把传统的那个传统时代的那个文化给它表现出来。哦，很厉害哦，很会讲话哈。哎，那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那个我们的文化流失这样。嗯。然后把它继续流传下去这样。好，很好。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点头，点头，点头。哦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棒哈，来。来问你哦，那个我先问你啊，布农族有几个社群？有五个。来拿五个。左色、卡色、单色、软色、俊色。叫你们不要停那个嘴巴哈，怎么听懂？嘴巴。来，看这里，那个布农族现在是布农族有多少人？大概人口？不知道吧？不知道呢。不知道哈，知不知道？知道的举手。哦，你们是真的布农还是假布农？真的啊，上网都可以查得到啊，懂不懂？来，布农族分布在哪几个县市？有几个乡镇？几个乡镇？不要讲。南投县。你们不要。还有呢？不是什么乡？几个？你知道几个乡吗？几个县市？几个乡？谁知道？举手，试试看。三个县市，哪三个县市？那个南投，然后那个高雄，花莲，山腰念吗？那个还少一个，花莲后面那个叫什么？下面那个？台东。对，四个，那再拿几个乡？那个新义乡，仁爱乡，然后。后面就忘记了。还谁知道？新义乡、仁爱乡还什么乡？还什么乡？还什么乡？你们先住，还有哪几个乡？除了新义乡、仁爱乡，知不知道？有没有知道？靠过来，你们不要站开，我怎么照？站在一起来，知不知道？有几个乡？高雄有两个啊。哪两个？高雄哪两个？那马夏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？还有一个在中立旁边，很像，名字很像那个。桃什么？桃栗哦。桃园乡。桃园。一个桃园嘛，一个纳马夏，那是高雄。台东有哪两个？台东，台东哪两个乡有布农族？有没有听过海什么？海什么？海端。海端哦。还有一个盐什么？在台东的什么沿什么？什么沿海啊？有沿海乡哦，延平乡。延平乡。那花莲的叫什么乡？一个。花莲有分布两个乡，哪两个乡？花莲县啊。花莲的卓溪乡。一个。还有一个是万荣乡，懂不懂？万荣乡。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哦，好来。我目前知道是这几个了，你们可以再查还没有哈。好来，我开始要问哦。等一下。读的那个打耳祭，母语怎么讲？旁边不要提哦。打耳祭。不知道呢。啊，糟糕了，糟糕了哦！过来，不要跑。打耳祭怎么讲？打屁股了哈，你们最大的祭点哈。来，打耳祭怎么讲？我吗？对，打耳祭怎么讲？打阿祭，打阿祭。我不知道。不要提。你在叫。他叫人。来，会不会讲？前面是打吗？打耳祭。会不会？你再发音一次，来。打，真的、哦。打阿祭。真的是哦。打耳祭。谁教你的？乱编的。好来，不会哈、哦。好来，谁会讲婴儿祭？婴儿祭。会不会婴儿祭？婴儿祭，哈哈哈哈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哈，没有教过。
记点那个名专有名词要会哦。八部合音怎么讲？那个那个叫什么？八部合音怎么讲？八部合音那个他那个吟唱的那个记点叫什么？忘记了哦。嗯，播种记，播种记，播种记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还有收割记、小米记，都不会哈、哦，都不会哦。来，那开始了，我要问母语单字喽。那个妈妈怎么讲？蒂娜。爸爸。大妈。阿公。不要看旁边，不会就说不会。不会。阿妈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不要讲嘴巴。不会就是不会，没关系。不会。好，阿公。过来是哪人？阿妈。过来是哪人？好嘞，阿公阿妈怎么讲？过来是哪人？阿妈。过来是哪人？很好。来，男生。banana。嗯。女生。banana。小孩子。囡不会就说不会，没关系。不会。老人。老人，那这叫什么？过来说。对对，那个是祖先。好来，婴儿会不会讲婴儿？会。好来，小孩子怎么讲？不会。小孩子。什么？会哈。好来，那个就跳过后。那叔叔再问一下哈，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会不会讲？来。No 吧。那是什么？你要解释一下什么？哥，你 no 吧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是，等一下我先问他，等一下。你刚念那个是什么？哥哥姐姐啊。那弟弟妹妹呢？薯条多少？他知道。弟弟妹妹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来不知道就跳过，没关系，不知道就不知道跳过哈。好，跳过跳过。我来那个阿姨跟叔叔会不会讲？阿姨。我叔叔。不知道哈。好来，我来问那个身体的器官哦。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马达木杜。嗯。木鲁。对。木鲁。好，三个都讲出来哈。来，耳朵、头跟头发。丁啊。嗯。木鲁。木鲁。好，来，那个牙齿、舌头、眉毛，这比较难，会不会？你蒙。还有那个眉。那个 moon， 还有呢？一个忘记了，一个是什么？牙齿、舌不，牙齿、舌头跟眉毛。妈妈，舌头是妈妈哈。好来，那叔叔再问一下，看这边，眼泪、鼻涕、口水。阿斯，眼泪怎么讲？旁边不要提哦，不要提哦，眼泪。我只会那个鼻涕。没有，我问你不会就是不会。不会。哦、鼻涕。不会。口水。不会哈、哦，来，眼泪、鼻涕、口水不会。眼泪不会，然后鼻涕是那个木薯。嗯。然后口水。嗯。不知道。鼻屎会不会讲鼻屎？那不。哦，你会讲哈、哦？有没有听到？哦，那挖鼻屎怎么讲？没有吧？挖鼻屎。要挖鼻孔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会教，我也不会教，没有教过。好，来，那个手、脚、肚子、屁股。手是一码，然后脚是那个嘎头，脚是什么？半大。肚子跟屁股呢？肚子是那个胸部，然后垫那个是垫，然后屁股是拉吧。好，很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个看他、啊、那个什么指甲会不会讲指甲？故事故事哦，你会讲。那个什么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精子。那小便跟大便呢？那应该怎么念？小便。Pitbull。那大便呢？不要看别人作弊哦。大便。好。那肚子痛，那个拉肚子、拉塞怎么讲？不会讲了，拉肚子会讲。大便啊，大便啊，没有不一样，肚子痛不一样。下下，哎，下下。哦，很好很好。好来，那个，哎，我看看什么。哥哥抱大。我看这边，那个大拇指跟小拇指会不会讲？用。大拇指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只会讲手指头。不会哈，你去问，我现在问到你不会，你到时候去问大人哈。小拇指会不会？不会。好，来。那个手指头，我来问动物了哈。
好，我先问身上的好了。流汗会不会讲流汗？是。谁会讲流汗？流汗，流汗，流汗。没有教吧？我不知道嘞，我没有教吧？马克拉拉拉。行，你来，不要讲没有教，你住在部落都是老人哦，你要自己跟老人学，学校是帮忙教，懂不懂？学校不是学过吗？不知道这样子。不知道哈。好来，别去问，懂不懂？首先要问是那个生活你会碰到的东西哈。好，我来问动物喽，猪、狗、鸡、牛，旁边不要讲，猪跟狗来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猪是巴布。狗。狗。阿祖。鸡。中国。牛。等你。好来，牛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谁会讲牛？刚上了。对，刚上。刚上吗？好，没有，你就念就对了，因为叔叔也听不懂哈。录给你们看。刚放，他在放了。你就讲错没有关系哈，你就尽量讲。刚放了。好，到时候叔叔会放在网络上，你可以跟大人一起看。如果讲错，再问大人请教就好了哈。刚放。来，现在很忙吗？你先帮忙。先帮他。那个松鼠、飞鼠、老鼠。松鼠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他，不会就跳过，你就讲你会的就好了。老鼠是干木地。飞鼠呢？飞鼠我不知道啊，那个啊都不知道你。好来，松鼠。那个。跟飞鼠。不虎，然后飞鼠是哈凡。你们讲的时候先讲国语，再解释那个名字。飞鼠叫做不虎，那个松鼠叫做不虎，然后飞鼠叫做哈凡。好，谢谢哈。那来，我再问你哈，那个三枪、山羊、熊。扎古的。三枪扎古的，然后三羊，犀利还是高吧？不会就跳过没有关系。跳过。三枪三羊都不会啊。三枪会啊，扎古的。好，谢谢。那谁会讲？会不会讲三枪三羊？犀利哦。好，来，那个猴子会不会讲？不懂。好，来这边哈，老鹰跟猫头鹰。我现在问你们，有时候讲好几个，你们就先讲国语。我不会讲老鹰。猫头鹰呢？狗。猫头鹰叫什么？不会啊。我知道。狗。好。还有那个老鹰会不会？不会。老鹰会不会？不会。好来，那我再问一下那个水里面的哈，青蛙、蝌蚪、鱼、虾子、螃蟹。哦哦。青蛙。先讲国语，再讲那个。青蛙是哦哦。再来。不会的就跳过。还有什么虾子？还有什么螃蟹？青蛙、蝌蚪、虾子、螃蟹跟鱼。那个什么？啊，忘记跳过。慢慢讲完。还有没有？什么？你不要怕讲错，再来。好，我不会的。好来，等一下那个剩下三个，蝌蚪、虾子跟鱼。蝌蚪不会，然后虾子是古准。然后鱼是那个干的。好，鱼是干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对呀，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来这边，来看这里。我们会飞的哦，那个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。蝴蝶什么？我没有教。有没有会的？不会就讲不会，我就跳过就好了。不会。通通不会哈。有什么？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。蜜蜂跟蝉，你那个蝉呢？都不会。不会哈，好来，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，你会哪一个？蝴蝶、蜜蜂。会不会？是吗？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。蝴蝶、蜜蜂。都不会哈。不会。好，跳过哈。不会。好来，蟋蟀、蚱蜢、蜘蛛、蚂蚁、蜈蚣。老板娘很厉害哦，老板娘。姐，你被摄影了。喂。姐姐。蟋蟀。蚱蜢。蜈蚣。蚂蚁。蚂蚁我。蚂蚁怎么样？打乱。打乱。不行。打吧。只会这个哈。你会不会？好，不会跳过，来换你。什么？蟋蟀、蚱蜢、蜈蚣。不会，不会哈。好来哦，好，那个会不会？有没有会的？不会。你会哪一个？啊，乱。
那你先讲国语。蚂蚁是卡洛，然后蜈蚣是蜈蚣吗？那个是不知道的什么什么的东西，然后还有那个蚱蜢。蚱蜢、蟋蟀跟蜘蛛。蜘蛛卡嘟卡嘟。然后那个蚱蜢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不知道。蟋蟀是黑黑的那个，在土里面跳来跳去那个。你没教吧？有。蟋蟀有。那个第一课。不会哈、哦，好跳过来，来看这边。主要还在问哦，那个，等一下，那个水鹿、白鼻星、穿山甲、白鼻星、果子狸跟熊，没有吧？我现在问你，就不知道就不知道就好了啊、哦。再讲一次嘛。水鹿、穿山甲、白鼻星、果子狸跟熊。水牛是那个。水鹿啦，什么水牛？水牛。干帮不改。还有呢？然后熊会不会讲？是杜满。熊叫杜满。对。那那个白鼻星、果子狸。不会。我不会哦。都不会。白鼻星跟果子狸。我打不开。不会哦。因为拍到你。白鼻星、果子狸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。不会哦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什么是白鼻星？你下那个下次去网络上打白鼻星，你去查一下。鼻子白白的，然后那个白，白色的白，鼻子的鼻。星是那个星星的星，对吧？没错。天上的星星的那个星、啊。星上的星吧。对啊，白鼻星啊。哎、欸，一个圈在一个星星的星。星白鼻星，好的。哦耶。好，来，叔叔再问一点你哦。有。那个，石头、木头，石头、沙子跟土。石头、沙子。旁边不要提了。啊，石头、沙子跟土。沙子是拉吧？沙子是拉吧？这个是你吧？吧，不是，就不会。石头、沙子跟土。不会，跳过去是。来。石头是拉拉。那个不是，石头是拉拉啊。土呢？土是那个，忘记了。哦、土你们要会哈、哦，啊，土怎么讲？啊，土。你们就念，不要怕讲错，懂不懂？不知道。好、哦，那叔叔再问一下哈、哦，来，木头、竹子跟木头、竹子跟那个竹笋。那个竹子是大杆。然后。木头叫什么？知道，我知道。竹笋是胡卜、然后木头就不知道了。来木头。Lucky。好，很好。树枝吧，李超。我讲的是那个砍下来的木头哦，不是树哦。你讲的是木头哈、哦。好，这个你好，来，树怎么讲？树树枝树叶。树枝是那个，不知道。树叶呢？我不知道。叶子会不会讲？会。不要，也不会。树枝跟叶。都不会，哎，叶子是伊莎 ，Lisa，Lisa。旁边不要给他提示。嘴巴 ，Lisa。好嘞，那那个菜怎么讲菜？菜是那个。会啊，好来菜。Sun love。好，那个等下你们会的就举手问哈。我问一下，那个什么辣椒、生姜、花生、玉米，谁会讲？玉米生。来。那个花生怎么讲？贝努。然后什么了？辣椒、生姜、玉米。玉米啊！玉米是那个地布。然后就不知道了。好没有？还要什么？生姜是那个。还有辣椒。辣椒我不会啊，生姜。生姜呢？什么了？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。生姜是露露的。对，棒了棒了。生姜是露露。好，很好哈、哦。来，那会的就举手。好。地瓜跟芋头，好来。地瓜是那个叫做芋蛋。谁把我名片掉地上啊？那不是我的。那芋头呢？芋头，我不会。我没有名片。芋头是袋。我等一下给你看。袋。好，谢谢，很好。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小心一点。你在干嘛？有没有开心？好来，那我再问一下哈，那个。很甜，很苦，很辣，很咸，很酸，怎么讲？很辣是马卡姆，马卡姆酸甜苦辣。
酸甜苦辣有加过吗？很酸，柠檬很酸，对不对？蜜蜂蜜很甜啊，蜂蜜很甜，然后苦瓜很苦，然后酸甜苦辣，然后盐巴很咸，都不会，我只会那个很辣。很辣，谁会？我不会，会不会？都不会，会。好，来，那再问一下哈，那个吃的哈，等一下吃饭，这边谁最小？他。来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吃饭是那个猫开心。嗯。啊，那个睡觉是那个马萨吧。嗯，洗澡。洗澡是那个忘记。谁会洗澡？不会洗澡。洗澡会不会？谁会？都不会啊。你哎。你呀、啊，洗澡会不会？下一个是谁？啊，你都不会，你都你是不会是？对对。哦，好来，那个什么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桌子、椅子、床布。椅子是板卡啊。来。椅子是板卡龙挂，板卡龙挂是坐下呢。椅子。板卡龙瓜是坐下，椅子，椅子是板卡，板卡龙瓜是椅子。阿理你啦，我们直接去讲就行。什么？椅子、桌子跟床布。哦，不知道了。好，来，桌子跟床布谁会？会。桌子是板卡。板卡哈，那床布呢？不会。好，来，衣服跟棉被。衣服是那个。布鲁斯，布鲁斯，哦，嘴嘴巴，棉被是那个沙巴哦，又不是，谁会棉被？嘎巴，我知道，嘎巴。好，来，叔叔再问一下哦，那个火，火跟烟怎么讲？火跟烟，火上面有烟吗？火上面有烟，火怎么讲？怎么冒烟了？谁会讲火？火是。谁讲火？我们都不会。烟呢？火上面也是会冒烟，眼睛会烟哦，眼睛会这样很熏这样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好，来，我想问一下，问天气了啊、哦。好。好，先问一下，水跟河流、海洋、下雨、下雪。水是烂路。然后河流、溪流这种怎么讲？河流。不知道了。那海洋呢？不知道。那个下雨下雪。下雨是。不知道。下雪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好，来，我先问小一点的。那个。那个。荷兰蛋是下雨。哎，再来呢。那就不知道了，我觉得那个下雨荷兰蛋。那你会不会下雪跟河流海洋？下雪跟河流海洋。河流叫什么了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都忘记了，你会吗？都忘记了哈。好，跳过不会。好，跳过，谢谢。好，我再问一下哦。来。哎。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星是什么？不会就是不会。不会。来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太阳是发亮，然后月亮是半。嗯，很好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？星星。星星是。咕咪，不知道。谁会星星？咕咪，星星是你干你了。你就不会自己讲就好了啊！来，你进来，进来，快一起录，快点。好。那我来问哦。白天、晚上、风跟云怎么讲？风是那个叫什么？旁边不要提哦。路虎，路虎。那个云。云呢？天上的云。云是空气。那白天跟晚上怎么讲？等一下，我先问他。白天不知道，晚上是什么？你要在问，你不要问他们。你说不会，我就换人了。不知道，空气。做空气。不知道，空气。白天晚上。我不知道，你刚才前一句还没有问白天晚上。风跟云。云好像是。路虎，路虎呢？好，很好哈。好来，很冷，很热。马嘎哈是很冷。嗯。
啊，很乐是那个。你们等一下就先讲国语，再翻成布农话。很乐是古米奇。啊？再讲一次，很冷是什么？很冷是。你是乱讲啊？没有啊。很冷怎么讲？很冷是马嘎，马嘎哈。很热呢。马冷。啊，他有没有讲对？有。那你们还一直举手，他就讲对还举手吗？我他以为他不知道。那个妹妹看这里，我最大。那个什么，很高跟很矮怎么讲？很高是马浪嘎，很矮呢？很矮不知道。很矮怎么讲？很高是马拉巴斯。很矮呢？很矮我不会讲。谁会讲很矮？很矮他。很矮怎么讲？很矮是马卡布。好。那个树很那个木头很长很短怎么讲？谁会讲？木头很长短，不会。很长很短谁会讲？不会讲。哎，不会。好来，那个山猪很重跟很轻。很重跟很轻哦。会不会？很轻是大杆。大杆是竹子。没有。很轻，很重跟很轻。大杆知道。谁会？不会哦。木在。好来，你那个什么，你看那边来，他很丑跟很漂亮怎么讲？很丑，那个很丑是，我不知道了，我谁会讲很丑很漂亮？你啊，那个很漂亮是那个米兰，很漂亮是米兰的碗，大 K 不是是。漂亮是什么？米兰乱，发疯了。哎，米兰乱，不知道。都不会哈。好来，那个你们在大前公鸡，很香，跟很臭怎么讲？很臭是那个马拉，那个。我知道，很臭是那个。很臭是马达文。很香呢。很香是那个什么？前书记很香怎么讲？马鲁吉奇。什么马木很马？什么很木头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啊，好，那个很好吃跟很难吃。锦后甲，锦牌甲。快点。哦，很好吃。母语呢？很好吃，很好吃怎么讲？你们在卖吃的，很好吃都不会讲哦。很好吃怎么讲？不会。不会啊。你。不会哈。娘。啊，不会跳过。会不会讲？你。好来，那个什么，这边很吃饱了跟很饿怎么讲？那个什么，吃饱了怎么讲？我知道，可是你不能拍我，不可以拍我。好，你说。马索朗是很饿。吃饱了呢？马不走。那你转背面，你转背面，我拍背面就好了。那个呢？肚脐呢？你们紧张干嘛？你有没有做坏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哈，不会了。那个讲人家很三八怎么讲？很三八。比南乱，比南乱，比南乱。比南，那个有舌头卷音啊，比南乱哦。比南乱。乱。乱。神经病吧？那个很凶怎么讲？那个。很凶。马哈蒙。对。你怎么那么会讲？是谁跟你很凶？他自己就很凶。他自己就很凶了，马哈蒙。每个都很凶啊！那个什么很温柔怎么讲？哎，没教过，没教过，没有。那个很可爱怎么讲？哎，没有教过。那个马达，那个日本话叫卡哇伊嘛，那布农话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很可爱有没有？谁会讲很可爱？我们没有卡哇伊。我说，我们也是卡哇伊啊。布农话怎么讲？哎，你啊，不会哈。好可爱。好可爱。那讲人家很笨怎么讲？马多拉。很聪明呢。哎，那个叫什么了？马汉准。哎。会不会？忘记了。马达基。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。那讲人家很奸诈怎么讲？奸诈。很狡猾，很奸诈。奸诈不会。马库鲁，马库鲁小气。小，那你刚刚讲什么？小气啊、喔。对，马库鲁。那个。讲人家很胆小怎么讲？胆小鬼這樣。我上了。小气一个是那个。过来一点车子，过来一点车子。马必信。进来，那是什么？我很胆小。胆小。很害怕离世。很勇敢怎么讲？那个马达马萨尔。马达马萨尔也那。
阿玛萨拉哟嘿，阿玛萨拉哟嘿，边就边就安扎干。说那个人，哎，我看。说哪个人？讲一个男生很壮，怎么讲？那看。说一个男生很壮哦，说一个男生很壮，很高大，很壮，很壮的很难选。你昂，不会啊。你昂高吧，马卡布。那讲人家很瘦，很瘦怎么讲？阿浪那个呢？你干嘛大看？没大看。大看，我们才瘦都大看。哎，很瘦不知道。好。你先哦，那个什么，身上那个脸上有痣痣怎么讲？这是卡隆。那有长那个痘子怎么讲？青春痘那个。痘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不知道，不会。不知道哈，要去问，不是没有教，懂不懂？要问，懂吗？这边是布农的部落，对不对？所以老人家、大人都可以问，懂吗？自己问就好了。那个。我没有问到你自己会讲的不同单字有什么？就是要讲的。那接下来我讲走路跟跑步、跳跟爬怎么讲？跑步。跑步怎么讲？会不会？跑步怎么讲呢？这个叫什么了？走路、跑步、爬跟跳。都不会。哦。来，走路、跑步、爬跟跳怎么讲？反正走路是。浪费下几条？不知道呢。不会哦，走路跑步跟走路跑步，走路跑步还有什么？爬还有爬来爬去那个还跳跳，咱们跳一段来。好，一二三。没有了。好，来，来唱歌跳舞怎么讲？唱歌是那个，等一下，那个鼓哨。跳舞呢？就是那个，哎，忘记了。这边乌鲁里。乌鲁里。那个尖叫怎么讲？尖叫是。我说母语了。你按没有？你按啊啊。好，那我问一下那个什么？我们坐下站起来怎么讲？坐下是母龙狗。站起来是米露露了。趴下跟躺下呢？还有跪下。趴下。直接哦。趴下，跪下，躺下。会不会？唱歌都没有教。哎，那样啊。躺下是那个。怎么样？躺下是。脸朝上下躺下，趴着脸朝下。朝上，然后躺下，趴着脸朝上躺下，什么意思？二十。不会，什么？那个很顽皮怎么讲？很顽皮，很不听话，很顽皮。小孩子也是很顽皮，那怎么讲？ガビラインダキ。什么？那什么意思？那个就是玩大便，玩大便，玩大便。不知道。不要。很公民。ガビラが。可以不要了啦！哦，真的是，没事。还有他们是马基村的人呢，我就把你们打了老八个。那个吐口水怎么讲？吐口水。呸！怎么讲？呸呀！你昂。你昂啊！就算呸就好了。呸！呸！我说普通话了。你昂，你昂，你昂，呸！包呢？怎么知道你？我见了。那个跌倒跟掉下来怎么讲？跌倒是那个，跌倒跟掉下来怎么讲？面红毯。掉下来什么？从树上掉下来怎么讲？摔下来。哎，跟这个一不一样。跌倒跟摔下来。都不会。地上掉下来嘞。喂，天上。又是天上，哪有什么？你刚刚在那边跳。不会。我们在。哦。别打，耶！别，帅哈！帅哈！手拿下来，这，哎，对，这样比较帅哈。别打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姓裴安，裴安。裴安，姓裴安哦。对。哦。阿木名字叫那个。裴是哪个裴？那个
一个土在个立在个公哎在个口。安全的安了、哦。对。姓裴安了、哦。对，然后那个。几岁？三岁。三岁哈、哦。然后牧民名字是那个小五郎。你们这边全部是卡式吗？对。对的。耶、哦！ Yeah, 台南最唯一是卡式，谢谢。嗯。谁会 B-box 一点点这样？不会。随便玩一下，随便玩一下。不会，林露，脾气大气，脾气。啊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来，大气，来停，不吃大气，一二三，不吃大气，好了，好来，会不会唱母语歌？会，来一起站一排就好。这款，第一排不要动，我会带镜头。一二三，开始。你不要只拉我的衣服嘛！我不要，黑拉格萨，黑拉格萨，不要！一二三，来，黑拉达萨，黑拉达萨，不会。哎呀，我们唱别的啦，唱阿刁夫。你阿志是吗？阿志，我们唱那个阿刁夫。换新了，预备开始，阿刁夫，马格纳斯，苏里嘎布木基饼干纳斯，爸爸里巴鲁基巴卡奥夫，阿刁阿刁明白卡阿米。哎，你不要唱那个，给打的啊！你不要，什么？是哪个美女？唱喜讯，对，是外星人。他为什么叫外星人？喜讯，对不开。喜讯，马格扎西苏里扎宾。你们头不要晃来晃去，我不好看。南无阿拉古杜嘎里亚玛，萨布嘎西苏比比基。我们被录影啊！我们在杀戮。妈妈，你要看哦。Yeah.